叫库兹兹托尔孙妹妹奇，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位于我们伊宁市老城区的卡赞奇民俗旅游区，而我自己呢就是景区的一名讲解员。我的家呢就在这条美丽的巷道里面，那接下来就请大家随我一起去看看吧。这里就是我的家了，这个是我可爱的弟弟，这里就是我们家的糕点房了，这个是我的爸爸，大家好，这是我妈妈，哦，我爸爸妈妈做的点心呢可好吃了。不要为你们把钱来 I'm sad 给你们这房间呢就是我们家的会客厅了，平时我们就喜欢席地而坐，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喝喝茶。我们家房子呢分上下两层，结构都是一样的，那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吧。二楼的这边呢也是我们家的会客厅，平时我们客人多的时候呢长辈坐下面，而我们年轻人呢就会坐到上面。这里是一间套房，外面是我的卧室，而里面呢是我弟弟的卧室。这里呢就是我们家的卫生间了，以前老房子的时候呢特别不方便，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方便了很多。这间就是我爸爸妈妈的卧室了，从这里呢就可以走到我们家的厨房里面了。那大家走吧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百年老宅和街道。房子呢都喜欢铺上漂亮的蓝色，我们称之为伊犁蓝。近几年来，政府对卡赞奇的片区进行保护性改造时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这些房子的原貌。